这灯是啥时候亮的？我爱了一个吗？这个不算了。谁说的？你又得说的。比赛结束了，你再投球，它能算吗？你这个按灯是24秒以后了。你哥，我问你，24秒以后投进了算不算？不能算啊。对呀、啊，不是你这不打球，这是选人啊。那就是刚才人家说，就比如 说诸葛亮还三顾茅庐。刚才说没说3-2-1？那你说我也是，我才是这方面跟诸葛亮也不差啥呀、啊，我觉得。嗯。那我怎么就不能再按一回？这种情况下必须把锅甩给我们的经理人，好不好？那邓伦来做一个决定，到底允不允许郭艾伦这样后来补案的方式？我只代表我哥，我只代表我，我只代表我。不好意思了，伦哥，我为了你，我都紧张了，紧张了，紧张了。我衣服都穿你的了，我冷了，他把衣服给我了，太暖了，真的。就是照这件衣服你给我穿。你不同意，我也是还是爱你。不，我只代表我自己啊。我觉得选人啊，我觉得确实可以给一个考虑的时间。要不有的时候容易冲动上头吧，他不一定。你像鹏哥，不再这么了。感觉塑造了鹏哥一个渣男的形象。虽然他可能也不是最后的选择吧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考虑的时间。行，您是经理人，您说了算。对不对？其实我看上有的内线球员，所以说我就没摁。但是我后来一想，内线球员我们不怕多呀，而且我们如果选择你的话，可以，我觉得你有这个潜力成为我们的顶梁柱。通过这个原因，我才稍微慢摁了一点。但是最后感谢伦哥，不愧是两个人都有轮，还是向着我的。我摇了衣服给我穿，我现在都热了，心暖都热了。我现在我该脱衣服了一会儿。不脱气死你们，你们也穿不着，我脱了你也不能给你们穿。哎，这衣服可香了。其实他心里边第一选择不是你，去了也是打28手，去他干嘛呀？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典型的篮球界的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对，都想要。韦浩，我们这边就是9月份你有没有空？就是到我们球队就是说，9月份我们灌篮还没录完呢。哦，没有，9月份可以，就是说没录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就是去开始接触。你也知道，就是说我们球队的主教练是国家队的主教练。我们球队在培养年轻队员这一方面，现在是出了名的。开始画饼了，开始。所以你要相信，就是我所跟你说的这些东西，都有非常有可能就是一步一步去实现。今年连哥受伤了，明年你今年去不了，明年连哥回来了，你就坐冷板凳坐一辈子，我告诉你，还去什么广东公园？你是广东板凳远，别听诸葛妖言惑众。这个三位教练也是揭露了中国篮坛的乱象，好不好？那让韦浩最终去进行一个思考、跟选择、跟表态，好不好？我最后还是想选择。他应该去鹏哥那儿吧。确实有点心灰意冷，本来是不太在乎，但是一回就接一回，一回又一回的，整的给我整的都没有动力了，后来都不想抢了。说实话，第四次零命中率之后，我觉得不行，就你要拿出志气。我觉得我们队就是要强，对。不能，可能我口才太好了，我觉得太会说了。大家觉得我太花哨，我们给说懵了。我们接下来还是请教练组合意给出我们下一组的对战球员。各位稍事等待，我球队更换球衣回来之后马上进行比赛。哎，小冯落单了，那个白衣服他们那个队走了，我去要一个糖，然后跟他搭话。谁去了？
走走走走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走。咱俩去溜达一圈去。哎，我们领队这么早就开始为后面阵容去做准备，开始拉人了。吃什么呢？我也想吃一个。其实我是见机行事那种，我一直觉得突然过去跟他说嗨哥哥能不能跟你聊天，就感觉他像是路边那种卖碟的一样，就是特别尴尬。特别好一点就是我逮着一个选管姐姐再给他们发吃的补给一下体力，然后我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边吃东西然后边聊上了。能过去合个影吗？可以合呀，但是想聊点工作上的事儿呀。行行行。能给签名吗？这有什么不能啊，为了我齐哥我豁出去了，我可以没有问题。就是要选的话选我们三个一起，我们三个一起的。嗯，我跟他传达一下。好吧，都没找我的了。你喜欢金子涵？喜欢归喜欢，打球是另一回事。了解。你们三个默契度高吗？你说实话。还可以。齐哥其实想要你们三个一起，你们四个吧。哦，他是想要郭汉宇的，他意思是如果你们四个能一起的话就最好。你问问你队友呗。我问他们几个。问问了。好嘞。嗯。你们最后选队的话，可不可以来到？对对，来到我们的那个队。唠啥呢？在这儿？就我们的人，他回不回新疆了？你问问他。你问他哪个队的？哪个队？七个队。我叫我老大来。老大，老大，我也去拉人了啊！来我们队就是有合同啊，有合同啊。可以让我玩的，可以让我玩的。想一下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我先给你。你想好了吗？啊，这么快吗？可以吧。OK。确定。OK。大龟龙，大龟龙，不可以反悔啊。OK。OK。这是私定终身了吧？应该。定情信物。唠啥？没有啥好唠的，我都不用跟你们唠。就是你们要是想有空间的，就跟我一会儿。我这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人呢，对吧？最喜欢的后卫啊，前锋什么位置都有。我刚问他一晚上了都。啊，问他一晚上来不来啊？你有后卫，你让他打啥？我就问你，他让小新疆打还让你打？我们队。他让你俩一起上吗？快一点，我们不说好了吗？现在快！哇！他们是谁都拉我，我们是第二次拉人。对啊，不是你们自己想无所谓。来我们队吧。我俩就不好赢。谢谢哥。好的。那我们俩就选择乖了。后土天下长大的人，要是不那个不选我，咱俩差不多了。